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 Tom Lee 嘅教室，亦都系 A Level 嘅 Mathematics。我哋今堂会集中会讲 2.3 节 Composite Function。Composite Function 亦即系两个 function 夹埋一齐去用，即系我哋会攞其中一个 function 嘅答案作为另外一个 function 嘅 input， 摆翻落嗰个 function 度再去计嘅。个定义就系 two or more functions can be combined to make a new function。The new function is called a composite function. 我哋會寫 f g of x， 亦即係等於有一個 function g of x 同埋一個 function f of x。我哋 apply 咗 g of x 先，咁然之後攞咗個答案，將個答案擺落個 f of x 再去計，我哋稱為 the composite of two functions。f of g x 我哋會寫成 f g x 等於 f of g x， 即 g x 做咗先。先至做 f(x)， 呢個就係一個 composite function。睇睇下低個 graphic 個圖去解釋翻，就係如果我有 x 代入 g 裏面，就會計到 g of x。咁將 g of x 當係一個 x 咁樣代入去 f 裏面，就會計到 f of g x 攞翻出嚟啦。成個嘅寫法就係 f g x of 呢個 x， 呢個我哋叫做 composite function。我哋睇睇啲例子先。Given f(x) 等于 x square and g(x) 等于 x 加一，如果 f(g(x) 就系点样计咧？首先我哋就会写成 f(g(x) 啦，会写成 f of g(x)，g(x) 就系 x 加一啦，然后将个 x 加一代入呢一个 f(x) 里边，即系 x 加一嘅 square， 所以我哋就会得到咧 f(g(x) 等于 x 加一嘅 square。另外啦 ，f(g)3。咁我將三代入個 g 嗰個 function 先，咁就係三加一就係四啦。然之後將個三加一啦，呢個四啦，係代入去個 f(x) 即係 x square， 即係四嘅 square， 亦即係十六個，亦即係等於 x 加一嘅 square。呢個就係 composite function 嘅計法啦。如果我係調翻轉個 function 嘅次序，譬如 g f(x) 就係 g of f(x)。g of f(x) 就係等於 g of x square， 因為 f(x) 就係 x square 啦。跟住咧 ，x square 代入 g 裏面，即係 x square 加一，將呢個 x square 代入呢個 x 裏面，我哋就會有 x square 加一。跟住如果我要計 g f 3，我哋將個三代入呢一條 function 裏面，因為我哋已經知道咗 g f 3啦係等於 x square 加一，所以我哋將個三 square 加一，即係等於十。你會睇到 f g 3就係等於十六，而 g f 3咧係等於十。所以如果你將兩個 composite function 嘅次序調轉嘅話，個答案係唔會一樣噶。跟住落嚟，我哋睇一啲嘅 example。咁個 example one 啦，就係 the function of f and g are given f(x) 就係三 x 加二 ，g(x) 就係 x square 加四。我哋要揾嘅就係 f(g(x)、g(f(x)、f square x。咩叫 f square x 啊？其實唔係 f(x) 嘅 square 啊，唔係咁嘅意思。就係 f(x) 再代入個 f(x) 再計多次，即係兩次嘅 f(x) 嘅 composites。D 就係 the values of b such that f(g(b) 係等於六十二。咁我哋會睇睇當 f(g(b) 等於六十二嘅時候，個 b 嗰個 value 係乜嘢咧？第二條嘅 example 就係 function f and g are defined by 呢個 function。跟住我哋要 solve 嘅就係 f(g)3 同埋。f(g)x 等於 x， 個 x 會係幾多咧？我係 solve 呢一條 function 出嚟。第三同埋第四嘅 example 就係呢兩個 example， 我會高呼曬呢四個 example， 等大家明白究竟我哋點樣計個 composite function。嗱 ，example one 就係我有兩條嘅 function， f(x) 等於三 x 加二 ，g(x) 等於 x square 加四，我哋要揾嘅 composite function 就係 f(g)x。A 的做法就是我們會將 fgx 等於 f of gx， gx 就是 x square 加4，所以就是 f of x square 加4，而 fx 是 3x 加2，我們將這個 x square 加4就當成個 x 這樣放入這裡，我們就會計到 3x square 加4加2等於三個 x square 加十二加二等於三 x square 加十四，呢個就係 f g x 嘅答案。三
x square 加14，而 b 呢要计 gfx，b 就是 gfx，fx 就是 3x 加2，所以就是 g of 3x 加2，而 gx 就是 x square 加4，所以就会是 3x 加2的 square 再加4。3x 加2的 square 就是 9x square 加比3乘2加比 6x 再加 6x 再加比4，最后就加比4。这个加比4就是这个旧东西乘出来，最后要再在外面再加4，所以是 9x square 加 12x 加比8。这个答案就是 gfx 的答案。你会看到个分别相当大的 FGX 就会是 3X2 加 14,GFX 就会是 9X2 加 12X 加 8, 两个答案会很不同。当我们将 FGX 或者调转变成 GFX, 答案是非常之不同。C 我们就要计 F2X,F2X 就是等于 F of F of X。Composite 之后就是 FX 就是 3X 加2啦，我们将这个 3X 加2再抌落这个 X 就会是等于3啦， 3X 加2啦再加2就会等于 9X 加6加2就是等于 9X 加比8。这个是没有 square 的，因为 F of X 是没有 square， 所以个答案最终呢都是没有 square 的，因为我们抌落这里去计的。千祈唔好误会咗 f square x 就係呢个嘅 square 啊，唔係咁嘅意思，就係做两个 fx 嘅 composite 嘅啫。咁继续落嚟啦， fgb 啦係等于 62, 我哋要计返个 value of b,values of b。我哋计返 b 究竟係咩嚟呀，呢个 value of b。fgx 我哋会有啦，就係 fgx 就係呢一个係咪 ?fgx 就係 3x square 加 14, 所以个答案就会是 3x square 即是 b square 加14就会等于62，因为这个是 b 不是 x， 我们代个 b 入去这一条式里面去到这个，因为62是它 given 的 value 62。这个62我们怎么计算出来，就是 3b square 等于62减 14,48 是不是 ?48 加14就是62，b square 等于48除比 3,48 除比 3,48 除比 3 是等于多少，等于16。答案就是 b 就是等于正负4。如果 fgb 是等于62的话，这个 b 的 value 一定要是等于正4或者负4。你可以代返个式下去，如果 fg4 的话是等于多少，将个4代在这里 ,3,乘比4的 square 加14，也就是48加14，即是62、如果你代 fg 负4下去，你就会计到3的负4的 square 加比14，就会等于48加14，也都等于62。那个答案都是一样，即是我代回进去，等我去计看看究竟我这个B 的 value 究竟啱唔啱？第一条嘅三步我哋要计嘅嘢包括呢四样嘢。第一就係 A F G X， 第二我哋就会揾 G F X， 第三我哋就会揾 F F X， 即係 F square X， 第四 F G B 等于62， B 等于几多呢，我哋要揾个 B 出嚟。第二个例子，我有两个 function F X 就係 modulus 2 x 减8，g x 就是 x 加1除2，我们要计的就是 fg3。fg3 首先我们计了个 fgx 出来先。fgx 就会是等于 fgx,gx 就是 x 加1的除比2。然后我们将 x 加1除比2再抌入这个 modulus function, 我们就会有2乘比 x 加1除比2。再减比八，二乘比 x 加一除比二，亦即系 x 加一
減俾八嘅 modulus， 咁 x 加一減八嘅 modulus， 亦即係 x 減七個 modulus。我有計到呢一個 fg(x)， 但我要計嘅就係 fg 三，所以 fg 三啦，我將個三代入呢一個式裏邊，就會等於係三減七嘅 modulus。三減七就係負四啦，負四嘅 modulus 就係四，所以計到 fg 三啦。就是等于四，一个正数来的，因为这个是 modulus function， 所以会是一个正数。这条我们要 solve 的就是 fgx， 是等于 x。我们会代返 fgx， 其实我们计了这个 modulus 的，也就是 x 减七的 modulus 是等于 x。那 x 减七的 modulus 等于 x 的时候，我们就照代返下去。如果是正啊，即是正那方面，即係呢一嚿嘢會係負或者正，咁如果係正啦，就係 x 減七等於 x， 咁呢個 x 弱咗去嘅，變咗係負七等於零，呢個係 not possible 嘅，等於正。如果等於負咧，就係負 x 減七啦，負 x 減七就等於 x， 亦即係負 x 加七等於 x， 即係 x 啦。調呢個負 x 過去就係二 x， 二 x 等於七 x 啦，就係等於七 over 二。咁個答案就係七 over 二，只係得一個答案係 possible 嘅啫。咁當個答案係七 over 二嘅話咧，呢個就會係 x， 係咪嘅？嗱，我哋試下將呢個七 over 二代翻入呢條式裏邊，睇下啱唔啱啊？當我哋代翻入條式裏邊，我哋就會攞到個 formula 就係七 over 二啦，減七啦。Okay， 的 modulus 是等于7 over 2， okay， 是不是这样呢？那7 over 2减 7， 也就是7 over 2啦，减比14 over 2，14 over 2也就是负7 over 2， 是不是负7 over 2， 负7 over 2的 modulus 也就是7 over 2， 所以左边就会是等于右边，我们就 prove 到两个会是相等了。第三條 example， f(x) 等於 3x 減二，而 x 咧係 belong to real number，g(x) 等於 x square，x 亦都 belong to real number。我哋要揾嘅就係 f(g(x)， 我哋會寫翻低 f(g(x) 咯，係等於 f of g(x)，g(x) 就係 x square， 就會有三乘 x square 減二，呢個就係我哋揾到嘅 a。嘅答案三 x square 減二，跟住 B 啦，就係 solve 如果 f g x 等於 g f x， 咁 x 究竟係乜嘢啦？我哋就計翻首先 B 嗰度啦，我哋計翻 g of x 先 ，g of x 啦就係 g of f x 三 x 減二，將個 3x 減2再擺落個 x 個 square 裏邊，即係 3x 減2嘅 square， 亦即係 9x square 啦，減俾 12x 啦，再加俾4。如果 fg(x) 等於 g(f(x)， 我哋就會得出 3x square 減2等於 9x square 減 12x 加4。3x square 減 9x square， 我將所有嘢攞過去左手邊 ，3x square 減 9x square 加俾 12x， 減2減4就係減6等於0，我哋就 solve 呢個 equation， 睇出嚟啦，就係負 6x square 加 12x 減6等於0。嗱，我哋要做一個因式分解。factor 佢出嚟，我哋點樣 factor 佢出嚟啦？呢個係負六，呢個係負六，就會變成二 x 減二啦，乘三 x 負三 x 加三啦，係等於零。負三 x 加三，得咗就係二 x 減二等於零啦。二 x 等於二 ，x 等於一，我哋計到第一個因素。咁第二個因素咧就係負三 x 加三等於零。就會是負 3x 等於負 3x 就是等於1，
x 等于一究竟啱唔啱啦？我哋代翻入呢个式度里边，我就会知道 x 等于一究竟啱唔啱啦。负六 x 等于一，即系一嘅 square 加十二一减六，系呢个就系负六加十二减六系等于零，所以个答案系啱嘅 ，x 系等于一。我哋 solve 咗个 equation 出嚟 ，x 就系等于一噶啦。第四条 example f(x) 系 modulus of 九减四 x g(x) 三 x 减二除俾二，我哋要揾嘅第一条就系 f g 六。咁如果要揾 f g 六，首先我哋揾咗 f g x 先 ，f g x 啦就系 f of g x 就系三 x 减二除俾二。我將 3x 減2除 b 2抌落呢一個位置，我哋就會得出9減4乘 3x 減2除 b 2嘅 modulus， 亦即係9減 b 2乘佢2，因為4同埋2可以約 3x 減2 modulus， 亦即係9減 b 6x。加比四，咁九加四咧就系十三，就系十三减六 x 嘅 modulus。呢个咧就系 f g x， 但我要计嘅就系 f g 六，所以我哋将个六代入呢条式里边 ，f g 六咯，就会系等于 modulus 十三减比六乘六加六。负二十三，亦即系等于廿三。咁 f g 六咧就会系等于廿三。我哋计咗个第一个出嚟，第二个我哋就要 solve f g x 系等于 x， 亦即系呢一条式，呢、这个 f g x 啦就会等于 x。照代入去嘅，即系十三减六 x 嘅 modulus 系等于 x。我哋攞咗個正數先，咁正數咧就係十三減六 x 等於 x， 將個 x 抌過嚟，即係負七 x 等於負十三 x 啦，就會係等於十三 over 七啊。第二個答案就係負數，負數咧就係負十三減六 x 等於 x， 就係六 x 減十三等於 x。負數嘅照代翻落去嘅啫，呢、这個就係五 x 等於十三 x 啦，就係、是、等於十三除俾五。嗱，我哋想 check 下啱唔啱啦，你可以照代入去試下計一計，睇下啱唔啱嘅。嗱，我哋代其中一個啦，十三除俾五落呢一條式裏邊，亦即係 modulus 十三減六乘十三除五，六乘十三六三一十八。如果得個六七十八係咪？即係十三減七十八除俾五，十三減七十八，咁呢個係五。等我哋通分母嘅時候咧，又係五啦。五三一十五，即係六十五減七十八除俾五。咁六十五減七十八除俾五啦，就係、是、負十三，負十三除俾五嘅 modulus， 即係十三除俾五。咁、那個答案都會等於 x 嘅。嗱，你代一條式啱，代試下代第二條式，睇下啱唔啱。計咗出嚟，如果啱嘅話咧，就證實咗你個答案係啱啦。咁、这、呢個咧就係第四條嘅 example 嘅答案。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E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qingtong929@yaho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1 852 659 2 8609.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呢个 video. 如果你希望你个 mathematics 同埋你个英文系更加好嘅话咧，你想要一个 private tutor 啦。你可以隨時 contact 我嘅，令到你個 DSE exam 啦，或者你想考 SAT 啦，
你亦都可以 contact 我，因為我都有一啲私人嘅補習喺呢一兩方面嘅。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